大家好，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园林树木的相关概念，园林树木的地位及作用。今天我们学习园林树木的分类。目前地球上植物界有将近40万种植物，其中种子植物有20万种。在我们国家中国有种子植物3万种，其中部分植物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类，大概在8000种以上。为了识别种类繁多的园林树木，必须了解其分类。园林树木分类的方法有2大类，也就是说系统分类法和人为分类法。首先我们介绍系统分类法。系统分类法又称为自然分类法，是按照植物的亲缘关系的远近和进化过程进行分类的方法，这也是目前全世界普遍采用的植物分类方法。那么植物的分类系统，目前我国植物分类在裸子植物门这一部分，是根据郑万军编著的《中国植物志》第7卷系统排列的，而被子植物门目前采用的恩格伦分类系统和哈琴松分类系统。一、恩格伦分类系统。恩格伦是一位科学家，他认为单性而又无花被是比较原始的特征，双子叶植物叫单子叶植物原始。第二个系统是哈琴松分类系统，哈琴松也是一个科学家，哈琴松认为双子叶植物分为木本和草本2大类，其中木兰科由于它的花部分离身雌雄蕊多，而且螺旋状的排列在撑长的花托上面，作为现在双子叶植物最原始的类型，或者是最古老的类型。单子叶植物是由双子叶植物演化而来的，所以说目前大家都认为单子叶植物比双子叶植物更年轻。植物的分类单位按照植物的等级高低和从属关系，分为界门、纲目、科、属、种，共7个单位，7个等级。其中种又称为物种，是分类的基本单位。在种以下又可分为变种、变形和栽培变种。其中变种是在拉丁学名当中在它的后面加上 VAR 点，变形是在拉丁学名当中在种名后面加上 F1 点，栽培变种是在拉丁学名在种名后面加上 CV1 点。园林树木的系统分类法常用拉丁文来表示树名的名称，植物的拉丁学名目前都采用双名法，每一学名由树名加种名两部分构成，其中属名多为名词，第一字母必须大写，种名多为形容词，种名后面加上命名人的姓氏，如银杏的学名，前面这一部分就是它的属名，中间这一部分是它的种名，最后一个 A1 点是命名人的姓氏，是瑞典的植物学家林奈的第一个字母缩写。植物分类演说表是鉴定植物种类的重要工具之一。那么我们常用的植物分类演说表有2种，一种叫定居演说表，一种叫平行演说表。这里我们介绍常用的定居演说表。定居演说表又名等居演说表，在演说表当中一般将一对相对性状排列在
相同的距离上进行描述，也就是相等的距离上面进行描述。你比如说我们表中所见到的裸子植物的分科检索表，这一张表呢，是我们三科植物的分属检索表，这一张表是我们木兰科含羞树植物的分种检索表。同学们，到这里本节内容我们就学完了。我们总结一下本节所学的知识。植物的系统分类目前主要采用恩格雷分类系统和哈钦松分类系统。植物的分类单位有界门纲目科属种七个等级。植物的拉丁学名我们又叫双名法，有三部分构成，属名加种名加命名人的姓氏组成。植物的分类检索表有两种，一种是定居检索表，二种是平行检索表，目前主要采用这两种形式。好，这节课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